退出吗？没有。好，声音响亮，士气高涨，体能恢复得不错。下面，我要宣读一下你们下一个任务的简报。一架载有两名飞行员的武装直升机被敌航空火力击获，指挥中心收到了飞行员发来的。 卫星求助信号，由于技术原因，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的方位。你们的任务就是找到他们，把他们安全的带回来，是否明确？报告。说，我们还带一把刀去吗？不，你们所有的武器装备都会还给你们。除此之外，还给你们配备了一个小型的武器库，你们每一个人可以自行选择。 自己趁手的武器，但是我要提醒你们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不要和他们交火，因为你们的对手非常强大，他们是飞虎旅的警卫连，驻扎在附近的红箭步兵旅，两个满编营和配属分队，还有曾经和你们交过手的狼牙的特战队员，如果你们要是和他们开火， 就等于是自杀。不，说，我知道不太可能，但是我还想问一下，我们会不会有空中支援？知道不太可能还问？我们是空降救援突击队嘛，既然是空降，那么就应该有空中支援。而且我们的陆航还是很精锐的。好吧，他们已经被击落了。 还有人想退出吗？没有。好，游戏的规则不变，被俘超过2个小时，或者被击毙，将自行被淘汰。祝你们好运。 武器都在车上，你们随便挑吧。小贵。 昨天我们要有这东西，也不用白走那么多冤枉路了。哎，看到没有？昨天晚上我们从这里向东偏30度，就可以直接绕过那片沼泽，而且至少可以少走20公里。马后炮！你现在说还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有得有失嘛。咱们要是不入沼泽，怎么能吃得到那么好吃的野生兔子肉？咱们要是不入沼泽，咱们怎么能欣赏到那么虐心的情感大戏呀？
的，昨晚那一幕太令人感动了。林浩，我全力支持你。你支持我什么呀？你和007啊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你这可是装傻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现在我退出了，全力支持你，你的希望大增呀。033，你能不能少说点无聊的话呀？什么跟什么呀？不识好人心。差不多了吧，这些武器装备足够打一场局部战争的。是是是，那个都少拿点啊，也会影响体能的。大家都抓紧点啊，时间差不多到了。哎，你拿着吧。这老古董你拿它干什么？你别看它老，对付敌人的步战车或者机枪阵地什么的，没有比这更好使的了。拿着吧。我不拿。007，这个还是俺拿着吧。这个014对这玩意有点抵触。嗨，我差点忘了啊，这小子飞行员出身啊。俺够意思吧。林莹，尽快淘汰019是你的建议吗？不是。我猜也不是。真想不明白，谁这么卑鄙啊？这对019也太不公平了。韩行娘，我们的任务是救援，做好你分内的事儿，其他的就不要再考虑了。明白，我就是好奇嘛。好奇害死猫啊。可我是鸟啊。好奇也能害死鸟。鸟要是不好奇，不落在树枝上叽叽喳喳的，怎么能被猫抓住呢？明白。一提他，你态度就不好。遵守规定，不许聊天。明白。